时速大概300公里以上，有没有可能？2012，电影谁看过？怎么只有你看过呢？不要骗我！他们坐那架俄罗斯的飞机，要到大陆去，到西藏，但是他降落前说到不了，对不对？油料不够，但是后来为什么到了？比西藏过来了。哎，对，懂我意思吗？整个大陆漂移过来了。所以我说，2040年的现象跟2012那个电影蛮像的。整个陆地的这个地壳还浮在海面上的这个地壳，它会因为有些地方下去以后，它整个就空了，它就会开始漂移了，一直到它们下头的地幔的活动开始再重新稳定化以后，才会又在冷凝变成一个新的板块的结构。啊，这个是古人啊，记在《周易》《算经》上的几个周期，19岁叫一章。19岁是什么意思？很年轻。19岁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就太阳跟月亮大致上又同步了，是不是？啊，然后4个19岁，就是76岁叫做一步，啊，然后20步就1520岁叫做一岁。啊，然后3岁就是4560岁叫一手，一级呢是31920年。啊，那这什么意思啊？就古代的中国人，他非常非常认真去计算的周而复始。除了看太阳跟月亮的同步以外，比方说一个是时针，一个是分针，他除了看这时针分针的同步，他还有后面还有3、4根针，这些针针都是汗，这些针都是汗。背景板星象有关的，像五星聚会一根针，510几年一次，这样懂我意思吗？他们在找最大最大的那个同步周期，就像我们讲玛雅文化，如果你们有去看，他在讲地球好像经过一个所谓的银河的一个某一区，那时候还讲说可能有光线射出来会全部灭亡之类的这种说法。就是说我们在算同步的时候，不是只有看太阳跟月亮，在这个我们可见的宇宙里头还有很多的星，即使太阳跟月亮19年它同步了一次，但是它的背景板又不一样，我们是希望能够找到咔嚓拍下来这次的背景板和下一次什么时候又出现同样的背景板是多久一次。啊，这个是一个希腊的沉船，在100多年以前被发现，有一个齿轮的仪器，制造于大概西元元年以前，就古希腊时期，就做出齿轮。在100年内，就最近有 X 光以后，用 X 光去透视，看它的里头的结构，主齿轮64尺。看我们的64卦多像，所以古希腊人和古代中国人都知道64，也就是8个太阳年是一个小同步周期。他把它做成一个设备，它不是自己会走的，你看它这也好像有不同的指针，这个指针上走，它指向哪一个，这应该是用人为去调控的，甚至它指针可能有长短啊，指到这边都是不一样的。他去计数一个大同步周期。啊，这是写在牛顿还是科学杂志上的东西，啊，翻译成中文。那中文这个章纪仪是我取的名字，19岁一章，31920岁是一级，我是用这个来给它命名，因为我看出来它和这个东西有关。啊，它英文的名字叫这个。怎么念？什么安瑟特拉仪？好，我们在计数这个周期的时候，有甲子，60岁，一个甲子，30岁叫一世，啊，所以这个世界的世
是从三十，就三个十，两个十你知道了吗？共工有两个十，他其实这个是三个，这要写下来。啊，就三十岁是一世。啊，那格金约从格的格，上面也是，它不是二十是三十，啊，三十年一世，而道根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圆，这个周期是六十岁，你左半圆走完了，开始走右半圆，就叫根。啊，改，就是已经走到右半圆了，才叫改，根改还不一样，根是三前面的左半圆刚走完。叫做根，到了改就有过则改，有左半圆叫做有，右半圆叫做无，整个左半圆走完了，到了右半圆才叫改。有过则改，出于哪里？易经啊，既五季一月岁二月月，你看月日。岁月日星星辰还有历数啊，都和这个季也是周而复始啊，岁指的是太阳的周而复始，还有节气啊，我们农历里面的阳历部分，月指的根据月相周而复始计数的年啊，日指太阳历小循环月的全阳历就公公历，星辰指行星周期星宿周期啊，我觉得可能和行星周期比较有关，就像五行聚会是其中一个啊。历数指占卜岁首吉日啊。你看五帝本纪也是讲这五个历法的周而复始啊，改朝换代纪，说文解字上说“诗别也”啊，纪是周而复始的循环啊。好，这里也是一个整理啊。古代在把一个太阳年。或者是把一个月相几分，这个叫做律，就进位制。所以我们的进位制里有四进位制，有六进位制，有八进位制，有十二进位制，有十六进位制，也有十进位制。啊，十六进位制一斤十六两。啊，还有二十四进位制，一两是二十四铢。这个都可以去书上去查得到啊。所以周易，这个易是什么意思啊？周是命，易就是变化从日月。我看周易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应该要被问的问题，也应该要能够解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是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到底什么意思？你为什么不是别的数字？啊，这个问题很大。啊，后来我自己发现了一个答案啊，原来搞了半天是因为八个太阳年，然后每一个月的月相也把它八分，这样兜起来八个太阳年里面的每一个时点啊都有不同的月相，这个可以拿来当历法来用。啊，这个汉三天两地而已数，还有汉六九。这两个数字都有关联。好，这个五王八策，有兴趣的人可以看我的书，或者直接去翻史记里面的周本纪或者是商本纪啊。五呢，这个字从歌子啊，但是现在从许慎把这个楚庄王说子歌为武，把它和武德联系在一起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新意了啊。其实武是说是一个新的开始的意思啊，歌代表的是这个立干，它的 ing 啊，像岁就是歌不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就叫做岁。中国的开国君主他的谥号基本上都是武王，或者有良心一点的就给他老爸啊，你们可以去查查看，或者一直到了后头比较算是外族的才不是武王，清朝不是，明朝朱洪武
他的年号啊，洪武、都有武。像曹操虽然没有称帝，但是曹丕也尊他为魏武帝。啊，王莽篡汉，他也称武王，连安禄山，他都自称为武王。武就是有一个新的周而复始的意思。在武王发纣的时候有一段小插曲啊，这里我要提一下，是说武王率领汉在盟津汉八百诸侯相会啊，然后诸侯皆曰纣可发矣，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去打纣王了。然后武王看看天象说汝未知天意，说你们没看懂老天的意思，就退兵了。隔了七个多月再打，一天就打完了，结束就把它灭掉了。但是考古学家到现在也没找到主战场在哪里，到底武王用了多少兵和纣的多少兵来打都没有记录，也查找不到啊。它是什么意思？因为在西元前1059年是五星聚会，经过12年，就1186年是五星聚会以后，下一次就岁星，就是木星又回到同样的地方。木星的周期是1186年啊。那么木星还有一个退行的现象，就是你这边走以为它要到了，它还会面从地球上看，它有一个好像哎又往回走再过去，这叫退行啊。那八百诸侯，我们以为是说武王去遇见了八百个诸侯王，对不对？都跟我一样笨啊！后来我后来算了一算，我们又被骗了。一岁几后？72后。赶快算一算，八百后是几岁？啊，算得好快，11.11，那跟11.86差了几岁？0.75，0.75是1/4，就12个月，1/4是9个月。啊，所以他的意思是说，看到五星聚会以后，他要开始要改历法，他要等到有个筹备期，等到这个岁星再到这个时候，他再颁布历法，在隔年的第一个甲子日推行新历法。你再去看看史书记载的武王伐纣以后周的开始，是不是都合乎我讲的这个东西啊？最好玩的是再往前走一个，从夏到商啊，考古学家找到商元年一开始的都城，但是不敢用那个都城开始的年来当商的元年。为什么？第一个，它离夏的都城大概只有10公里不到，而且如果用它的这个盖好的年代来算，夏还没有灭，就最后的20年它已经开始盖了。所以说你怎么可能我还在当王的时候让一个会灭掉我的人在我不到10公里的地方盖个新的都城？这是很有矛盾的地方。所以他没有办法，就只好把这个看到的数据都不用啊，他是另外搞了一个整数年，就西元前1600年当成商的元年。实际上商的元年是西元前1575年，这也是他考古实际用碳十四测出来的数字，但是他不敢用。不敢用的原因就是我刚刚讲的，如果定义在那一年的话，夏还在啊。但我敢用又能说得过去，是夏商周根本就是一朝，没有打仗，他看到五星聚会来了，我就开始要另外盖个都城，代表一个新的纪元的开始。等到木星再回去的时候，或者我那个时候在意的一颗行星回去的时候，我就来
施行新的立法。你如果用这个观点再往前推，尧舜禹基本上也是这个样子啊。好，这边来讲西方的阳历啊，阳历看太阳的应该跟太阳的周而复始有关，在北半球的我们一个岁首应该是太阳直射南回归线，当成岁首就是元旦。在西方的阳历一开始的时候，就西元前45年，它的岁首是1月1号，冬至。但为什么变了？因为那个时候的至闰死的4年1闰。我们现在至闰方法，如果小学数学学的还不错啊，它基本上是400年应该是97闰。如果你4年1闰，你就会变成400年有100闰，差了3天，多放了3天。所以我们在算的时候，能够被4整除的啊，要放闰；但是能够被100整除的就不放；但是同时又被400整除的，那一年我又放，这样就497闰了。啊，但是以现在这种方法，每3000年还差1天，到时候再说。好，这样子用了400年差3天的历法，到了西元1582年的时候，才正式重新改变。你看，差了差不多快12天，啊，4个3天嘛，啊，改了以后精度不变，但是已经错的不改，就已经一直加在加，它就已经偏了11天的。这个不改，春分从4月1号偏到3月21，它不改。那冬至也不改，就从1月1号就偏到12月21。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太阳历，啊，应不应该改？太应该改，但是会不会改？不知道，不知道。这些东西上网都查得到。你查阳历，或查儒略历，或查节德礼历，啊，都可以。好，为什么叫做中国？这个中字有意义的。古人，我大概讲一下，就是他去看天上的这个，从南回归线计算到北极终点，那个位置在哪里？大概在北纬33.25吧。啊，那时候周公的摄影台是设在阳城，大概是北纬34度。它是这个地方，它叫中。为什么它叫中？因为是从南回归线拉到北极这一段的中，也就是上下，就是这直线的中，等距点叫做中。啊，那在最新出土的《尚书》有一篇叫《宝训》，里头也有提到舜孔求中，他也去算中在哪里。你说一个做陶器的又捕鱼的又做买卖的人会算这个，是不是很奇怪啊？这个就是宝训啊，一些清华大学收藏的一些竹简，是盗墓盗出来以后偷运到海外，然后再用捐的方式，等于也是用买的方式再回归到国内，特别成立一个研究所，李学勤他在里头啊，在做这些。那我看得懂啊，他们还在把这个钟看成是一些道德层面的东西啊。好，这个是在已经传世的《尚书大禹谟》里面的啊，“为今为一，禹直厥中”，他的意思是说，舜交棒给禹的时候，你也得要遵守中道。啊，这个中道就是说你要会去算天文地算里头，你会去算啊。这个是在阳城的周公测影台，这个是在风水福星庙里面的太极图。你看它的这个图，就是中规中矩的古太极图的一个样子啊。这个是我还原的太极图，去把它按照周必算经里面的尺寸去标示出来的，
这还不是古太极图的，这周易算经上啊给它标示出来。那这个就是东汉的壁画《史记·天官术》里头有斗为地车，这北斗，斗为地车，这里一个圆环，啊，运于中央，这个是实际上的斗，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地，啊，来，必须你看看能不能查得到那个地字，查查看，给大家看一下，写的和这个一模一样，啊，记住一下啊。这个地甲骨可能在比较前面吧，啊，慢慢查。这个就是元代郭守敬做的，这个就是表尺，他用一个建筑，然后上面做一个穿孔的一个 铜片，让日光打下来的时候旁边是黑的，中间是亮的，这个就是那个子午线。这个楼盖得越高就越精准，但是这个日影也会越模糊啊。这个就是天台，这是西方英国的巨石阵，它等于是看太阳从哪一个孔隙打进来，就代表现在是一个中国夫子太阳年里头的大概什么时候。冬至它肯定会，如果在这边观察，它肯定只能从一个石缝里头进来啊。我以前说过，现在 Discovery 也在探讨这件事情啊，说和他们祭祖啊啊有关系，在冬至日到之前的一两个月他们就会聚集在这边啊，干嘛呢？因为那个领袖会说，你看现在太阳这边，看太阳从哪一个时空升起来，然后看到从这个，再过40天我会叫太阳从这个时空升起来，就一天一天过去，40天一到，太阳别的每一天都不从这个时空升，就是他讲的那一天从这边升起来，就会造成一个什么效应，连太阳都听他的啊，就是一个君权神授的一个由来。所以你的天文的知识越广，谢谢。这个是甲骨文的地，看到没有？和这个中仙那个画的人，或者你们投影片上看的那个地中间的啊，连这本书上都说这个地它的始源是花开并蒂的地，是植物的那个花地，错了。一个帝王的地为什么跟一个花地花开并蒂的地有关系？所以地是这个，地曰是他在说，啊，他是坐在这个北斗上面转圈圈的，他会决定现在是春天还是夏天还是秋天还是冬天，看他就知道。啊，所以想斗为地车，运于中央，啊，好吧。有没有什么问题？行，来，请说。刚刚那个左下面那个是一个斗，就是那个北斗七星那个斗。嗯，对。那上面这一个像地带，那一些是怎么样出来的？这个是在这个星区的一些亮星连成的图案，但是不同的年代，这些亮星会不一样。就是我们现在的，比方说北极星，曾经也在这个地方过。但是会慢慢的走开，换成别的星星在这个位置，啊，是一直在变的。那你由这个连起来的，它这边也写了，大概是在尧那个时期，这个地方的亮星是长连起来是这个样子。所以搞考古，这个图在哪里可以找到？在我的书里面，它的出处是《中国天文大发现》这本书，啊，作者是班大为，班长的班，大小的大，
无为的为，老外，老外。从太极图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图，你可以算出它是跟立竿测影相关。从立竿测影你就知道有太阳还有月亮的周期和星星的周期，慢慢一步一步可以搞白。所以以前改朝换代不用一兵一卒看天象就是是三代以前是这样，后来就是因为误解了就打仗了。所以老师是不是以前他这一套他是每个帝王根据他的那一个类似后来我们讲的青天剑，就是他这样一传，然后只有帝王他懂，他就可以是一些神机还是两片是那叫什么背神是吧？是没错没错。甚至我认为很多我们以为的历史的战争其实都是星象，他跑到哪里去了，就是他去攻打他了，他去侵略他了，很有可能。然后说他是天子，就是只有他知道这一些，是老百姓都不知道，老百姓都不知道。对，所以我们的历法皇帝历都是公家每一年固定发给你，五十二印这个是要杀头的，只有官家能印的。节气啊，不是说到目前为止都是对或不对这件事情，是说我们对节气的定义已经不一样了。比方说春分，古时候的春分是冬至后大概91天，现在我们的春分是太阳直射赤道，然后太阳直射赤道是冬至后88、89天，这个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古时候的春分是在冬至和夏至之间均分的那一天。这个跟中医我们在讲那个节气，差这一两天是不是不一样？我不认为。所以还是要还原。我认为是。古代的那些东西都是按照他们原作者的原始定义，我们现在是所谓高科技化了，都开始用这些行星直接这个对应的关系来看。这个也是说某种程度上来讲物候力啊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是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的生物它所感知到的变化它才会那么做。比方说好像哪个节气以前我有写到虎，应该是阴历的十一月的时候有虎始交，就老虎开始交配。我们现在讲的夸张一点，如果你现在把这个时候偏移了几天或者偏移大点到了夏天，你就看不到老虎交配了。它一定是等到气候寒凉到一定的程度它才去交配。有关生物交配这个问题我也做过研究。对，是，所以像我们家的柚子今年就不长，我住了十几年，就只有今年颗粒无收，这个会有变化。老婆是没有蜜蜂啊，别的都长了，它不长。所以以前如果看到一些所谓的动物迁徙，然后就看到一些比较异常的那些物种的。对，今天还没地震呢都要等。不是说日本可能会有八以上的吗？没有啊，他最后又说没有，改口说没有。是吗？哦。八。其实时间还没到吧？那住到这里算什么时候？我不能算，没算这个。那个不是可以？你是说那个什么？因为到2040年，我大概我是说我会去计算2040年会是五行聚会年，那这个时候会有一定的影响力，但这个影响力会形成多大的我不知道。但是可怕的是以前过往的经验说真的每十次五行聚会
差不多那个年，5200年，他真的就有一次这么大的事情来，这件事情是让我们担心的。他们有人在说是因为聚集会换。哎，我写的世界末日那篇我就写这个，什么叫磁极会换？磁极会换为什么会造成那么大的灾难？太阳宇宙受限砸去可能就有问题啊。因为极是保护磁力线是保护地球。对啊，它换了以后还是有啊。是你还是有空隙，在换的时候有可能就没了。为什么换的时候就没有呢？在中间缺陷的时候。我们现在讲两个银河系都还可能会碰撞的，碰撞人家说都不用担心啊，因为星星跟星星之间缝隙那么大，撞了也都没事啊。啊，不晓得了，那个磁极互换也没有人真的经历过，他也没有真的模拟过，不晓得。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核的变动这件事情，我比较相信，它不需要磁极变换，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个能量的需求性最低，不需要那么大的能量，所以它的可能性是最高的。你需要那么大的能量，可能性低了。你的温度很高，那你那些东西有可能是金属啊，你磁极三好也是那种排列造成的。那假如说你温度高到，然后你要我的意思是说，还不用碰到磁极变换那么大的事情，这些事情就已经会发生了。不需要碰到磁极互换，嗯，它的地心那个熔岩还是这样子转，还是要这样转都有可能，啊，造成这些事情，好吧，5点多了，谢谢。